我觉得他的也把加法给罚进，技术犯规对他来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统计？就是当他出手11次以上，球队不太容易赢球。哦，林书豪用劲，而且效应早早就响起，这是一个连贯动作。 我们看德安豪尔学林书豪的动作，就像斗趣，而且你看我们一直提到他在开放空间的一个加速能力啊，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我们看这个in and out之后，再做一个横向的跨步啊，反向的上篮啊，非常具有水准。哇，飞乌举一直退，一直退，退到最后没有路了。林书豪这样子发挥下去了，莫里斯应该快就要上来。对，他单节又再得了7分，跟丁杰得分一样多。哇哦！ 对上尼克队，他的眼睛是特别的红啊。Rudy也想跑回来，给到 Melo 的外线投射，短，James Harden 抓下防守篮板，也快速的带到前场，同时他又投中了。Jeremy Jones， 今天的 Jeremy Lin 跟 James Harden 他们的角色有点互换，也快速的带到前场，同时他又投中了。Jeremy Jones。 今天的 Jeremy Lin 跟 James Harden 他们角色有点互换的感觉啊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林书豪是在高命中率的情况下，而且不是勉强的出手，这个对火箭队来说是很好的进攻模式。分数一下子就被拉开，在 Harden 上罚球线之后呢，后续火箭队又连得了5分。火箭队其实他必须要在自己状况调整上啊。 让球队可能有一段，比如说7连胜或8连胜的高潮，他们才能够让他们排名继续往上。因为其实西区前面几支球队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。没有，被盖火锅，怀豪尔，哦，但是传出去之后马上发生了失误。没有，在3分外线接到球，bang！火箭的失误真的是太多了，已经发生了9次失误，哦。 D-Jones投进，我们看到D-Jones他在4号位的位置已经越来越稳，因为他在防守上面的表现跟篮板跟配合队友能力上面，我觉得是火箭队目前最好的4号位。好球，做一个转移之后找到外线的机会 ，Shumpert 投进了3分。 这节尼克队也投进了2记3分球，上半场累积4个。 而火箭队3分球目前还在低迷当中，来到1月掌握篮板之后的一个转换快攻的能力，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后卫上来，尼克队都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。球投偏了，篮板落下来，尼克抓到 ，Jumper， 为了假动作单身爱士直球3分外线，哇哦！ 连投进2个3分球 ，Melo， 林书豪的失误也产生，团队第10次失误。换防之后，林书豪守到了 Shumpert， 拿起来出手就有，尼克队超前。 Shumpert 现在感觉像是另外一个 Anthony 啊，就是左右的两把利剑，现在是尼克队得分的一个保证。所以现在在失误之后，尼克队已经靠着火箭失误拿下了9分了。丁俊球投短，跟他的抓下进攻篮板，他的第6个篮板在3分外线终于投进。现在看 Harden 投进3分线比较少见了，但是现在的火箭队是需要 Harden 得分能力。 篮板球，火箭把握住。你说底线，给他发射，被顶了一下。全好的，来犯规，他是一流。他们会以攻进篮筐为第一要务，而不是站上罚球线。两罚都进，丹姐拿下6分。
手有，这是乌俊这场比赛的首度得分，前场的三分球短。这种打法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，就是 James Harden 在一个人运球之后来做一个不好的投篮选择。对，如果要比画风的话，他应该是浪漫派的画家，对，就是随性派，对，想什么做什么。杰尔的出手也没事，把尼亚尼再一次的高举高打。看这个是 James Harden 啊，在 mismatch 之后。对方投篮之后，他没有跟 Bogdanovic 做一个卡位的动作，所以让有身高优势的 Bogdanovic 找到第二波，把这两分投进。林书豪在这节了，不到一分钟就上场之后呢，他几乎就没休息了，所以他快要打满第二节。目前他的十四分得分，还是双方得分最高的。掩护没有收球，钓鱼远边，时间到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二十四秒的成功的防守，但五点五秒对最后一集来说是绰绰有余了。但你必须要接近自己的篮筐接球，你可能还会有一传的机会。要不然，如果你远离自己篮筐的话，大部分都会选择自己的切入或者是投射。好，现在防守是非常的黏，林书豪想直接传到前场，结果没有犯规。哎，这么就是不合理的选择。我们看，这 Chandler Parsons 虽然卡位，但他还是离篮筐非常远啊，所以 Carmelo Anthony 不必要去做这样的犯规。这就是第四节就麻烦了，还好现在第二节还有办法来补救。如果是第四节，又会成为媒体发布会的一个焦点，因为他们这样的案例不断的发生。也要保护德怀豪尔，希望他不要在最后的防守再犯上一规，可以提前退场。Parsons 两发都进，火箭队再度要回领先。J.R. Smith 最后球交给他就对了。哦，结果外线出手没有投进，吉尔在上半场也出手到达了八次。